便宜 A 的话，我经过转换的时候啊，我可以算出 AEC 的 delta T， 也可以说它是等于 AEC 的 delta T 加上 all pi i， 对吧？AC 是固定的话啊，那么从这边算，我给 AC 的话，我算出 A 是 B， 但是给 A 的话呢，我算出 AC 啊，有可能好几种，对吧？有问题吧？啊？所以啊。但是这个假如说多任何一个integer，所以呢，啊，应该这样写啊，一的 AC delta T 加上 2n pi i，n 是任何值，那么它其实也就是等于一的 AC delta T， 也就是等于。对吧？有好几种状况的continuous time的 A 这个东西可以变成 A， 对吧？所以我假如给你 A 的话呢，我会有无限多个这个解答。再来一个解答是对的，这就是牺牲班级可以给你的解答。所以结论是，从这里到这里是 unique， 从这里回到这里不是 unique， 了解吗？有疑问？没有？都会？都会啊？好，你不相信的话，可能带到这个方面事情，看看会不会。好，我们来看看 Ricci Body Motion 啊，最简单的 Ricci Body Motion， 给你 Discrete Body Motion 好了，最简单的，没有比这个简单的啊。好，这个是 AC 等于零一零零 ，BC 等于零一，而且我有只有这个这个加速度的量度，所以 D 等于 C 等于零零，因为我这个加速度，就 C 就是零，没有的啊，零零。你只要看到我第一页的话，那你会去巴黎公司就晓得了哈。好，那我 discrete time model 呢 ？A 等于一的 AC delta T， 你要用那个就那个 A 的公式进去的话 ，I 加上 AC delta T 等于一的 AC square delta T square 就没有了，对不对？这公式是这样子的，它是有一串很长的公式嘛哈，那么，但是 AC， 你看晓得哈 ，AC 等于零一零零 AC 的 square 等于 AC 乘上 AC 等于零零零零，对吧？好，那 AC 的三次方呢？等于 AC 的 square 乘上 AC 也是零零零零，所以以后都是零零零零，没错吧？所以呢，它这边只有两个 term， 因为 AC square 以后通过零了，所以它这个变成这样，一变到 T 零一，没错吧？很简单的哈、哦，那 B 也是一样。你把那一串因为 B 我不能 AC 不能 inverse， 我只要带入那个它的 series， 对啊。那 AC 的 square 他们没有了，就两个 term，
你不相信把我那个公司找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这样的分。好，那这个加上这个，那把 AC 带进去，那变成这样子，乘上零一，所以它的 A 呢就变成很漂亮的一个 B， 就是很漂亮的二分之一 delta t square delta t， A 就是一 delta t 零一。discrete time model 就这样子，很简单。time model 就这样子 ，discrete time model 对，肯定是 time model 这样 ，discrete time model 这样子，很漂亮啊。从这里全从到这里是一个 unique solution， 就这样子没了。所以你给，所以 discrete time model 要注意哈，你给不同的 sample time， 这个 sample time。你取样不同的时间，它指数一旦不一样哦。即使同样的 continuous model， 你取样不同，它的指数一 model 就不一样，对吧？取样不同 ，delta t 零点一跟 delta t 零点零一当然不一样，所以它 model 不一样。所以指数一它 model 是 sample interval dependent。对吧 ？Discrete time model 是 sample interval dependent， 就是 sample rate dependent。没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vibrational motion，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 vibrational motion。好简单的啊，那么它的肯定是赛马了，是长得像这样子 ，AC 等于零一负一零，我们假设这个，我们 AC 长得像这样，我们假设 M 等于一 ，K 等于一，好，我们带一个值进去 ，BC 等于零一，好，一个只有一个 input。C 呢？我们说我们的也是这个加速度的量度，这里所有这有一个 minus one 零 D 等于一，对吧？好，所以你们回去再看看我那个 vibrational motion， 那个 vibrational motion 就晓得说我这样 C 写出来是对的啊。好，那我 discrete model 长得什么样子呢？哇，这个就很漂亮，你看 ，I 加上 delta AC delta T。二分之一 AC square delta T square， 你只要把它带进去，把这个 AC 一直把它带进去，你会发现说，哎，刚好是这个 cosine delta T sine delta T 负 sine delta T cosine， 漂亮啊！那 B 呢，就等于 AC 的这个 AC 可以 inverse，AC inverse。我们就把它带去，这个 AC inverse 刚好是一减 cosine delta t sine delta t， 把这个 BC 带进去 ，BC 带到这里 ，A 我们求出来在这里 ，AC 把它 inverse， 这个把它 inverse， 那这个已经在这里，减上一这个 identity matrix 等于一 cosine 减 cosine delta t sine delta t， 很漂亮啊。同样的，它是。所有 discrete time model 都是这个啊、sample time sample time interval 的 dependent， 有问题吗？我们已经学到一个 discrete time model 了啊！今天我们学了多少？两个一个，肯定。The second order equation of motion， 一个就是啊、这个 continuous time model， 一个就是 discrete time model， 对吧？今天我们至少讲了两个，或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两个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什么疑问？是没有疑问的、啊，那我问你们了。
看看这个方程式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说有可以讨论的。